黑龙江十大特产。黑龙江是中国最大的林业省份之一，是一个适合冬季旅游玩雪的好去处。那么黑龙江十大特产有哪些呢？一、五常大米。五常大米是黑龙江特有的品种，其颗粒饱满，质地坚硬，色泽清透，饭粒油亮，香味浓郁。二、人参。人参是黑龙江特产之一，人参能补五脏，止惊悸，除邪气，明目，开心，益智，久服可轻身延寿。三、玛瑙雕。玛瑙雕也是黑龙江的特产，多以侍女、鸟兽、花卉、宝瓶、香炉等为题材，形象千姿百态。四、克山马铃薯。克山马铃薯是黑龙江特有的产品，克山县土壤为林溶黑盖土，松软肥沃，腐殖质层深厚，富含有机质，素有黑土明珠之称。五、桦川大米。桦川大米也是黑龙江特色产品，其米粒莹白如玉，成饭绵软松爽，素有风吹米香人欲醉，十八人去鹿海香的美誉。六、克山大豆。黑龙江克山县素有大豆之乡、北国粮仓之称，克山大豆为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保护产品。七、东宁黑木耳。东宁黑木耳是黑龙江特色产品，它含有人体必需的八种氨基酸和维生素，丰富的胶质，可消食化滞，被中外客商称为天下第一耳。八、虎林椴树蜜。虎林椴树蜜也是黑龙江的特产，椴树蜜呈典型的细腻雪白油脂状，结晶后如白雪，如油脂，如奶酪，素有白蜜之称。九、海林猴头菇。黑龙江省海林市为中国猴头菇之乡，猴头菇肉质肥厚鲜嫩适口，并且营养价值高。十、黑龙江大豆。黑龙江大豆是黑龙江著名特产，其颗粒圆润饱满，皮薄色黄，还有丰富的油脂、蛋白质、氨基酸，质量上乘，在国内外享有盛誉。